妹，这是要做什么用途啊？这做这个，这是贝勒，做贝勒用的。贝勒是敲那个按摩用的那块垫子吗？还是躺的？躺，就是人躺下。哦，躺下靠背的。对啊这个身体，这个有颜色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疼痛的地方。他这是看这个地方，这是第几节这个脊椎，你看什么？第一节腰椎，这就是第一节腰椎，这是腰椎，是这个地方出问题。哦，你还有事啊？啊，每一节腰椎是关的位置不一样，你看这个脚。啊，脚是哪里啊？第一线椎，就这个地方。这个脊椎出问题后，这儿就会痛。他这个神经是关这个地方的。嗯。哦，你还有事啊？啊，每一节腰椎是关的位置不一样。你看这个脚，啊，脚是哪里啊？第一线椎，就这个地方。这个脊椎出问题后，这儿就会痛。他这个神经是关这个地方的。嗯。